超热的，是不是没有胃口？给你来点上劲儿的东西啊！我都不知道谁还没吃过这个臭豆腐、肥肠、螺蛳粉，还得是火锅，加上冰心榴莲铺上炸弹，这在螺蛳粉界也是相当炸裂的存在了。点吧点螺蛳粉火锅，燕郊的臭宝们也能吃到了。听我的，辣椒、红油、东风放，你会得到一锅生滑后的螺蛳粉火锅。臭豆腐汤汁太哇塞了，外边焦焦的，里边巨嫩的豆腐，大肠头处理得很干净，还保留了一点点油脂。这个东西跟螺蛳粉一样，吃上一口就从质疑、理解到加入，一口沦陷。吸饱汤汁的炸弹还会拉丝儿，这里边米粉可都是无限加的，这粉嗦起来是真快乐，又滑又爽。而且还特别筋道，解辣解腻，你就来这个比手臂还长的鸭屎香柠檬茶，还有这个冰粉儿，这家店可是等我们臭宝的呀。这儿的小吃也好吃，一口爆香的冰心榴莲，炸的酥酥糯糯的红糖糍粑，还有这个臭豆腐配炸窝头，这儿这螺蛳粉的汤，你就吃去吧，一吃一不吱声。今天这顿臭臭香香的一锅，不管他们叫快乐源泉，不过分吧？改天再来一顿。